尽一份心力。把这些钱下捐给老人作为基金的。联合了文藻、实践、树德等几所南部大学，召集了上百名学生在大卖场前面帮忙洗车。车主只要付100块钱，就有十几个学生来帮忙洗车、擦车。而这些所得全部捐做公益。而平常在家养尊处优惯了，这回要他们来洗车，却一点都不马虎。瞧这大男生擦玻璃擦得多认真呐、啊！车主都不好意思的掏出500块钱来鼓励。物超所值，而且对于年轻人可以这样提供自己的时间来做公益的话，是觉得很棒的。多可以服务他，然后自己又赚一些经验，还蛮快乐的。前一刻秋老虎正发威，学生挥汗如雨，有点招架不住。但没想到突然降下了大雨，大家纷纷跑去躲雨。但手边有车正在洗的学生，还是坚持工作岗位，冒雨完成手边的事情，让一旁的人看了都好感动。服务的部分服务好，很敬业。而依照经验，一天大概要洗300多台，募到20几万元。但其实重点不是金额，而是学生也想发挥他们微薄的心力参与社会公益。看看他们卖力的表现，谁说大学生都是草莓族呢？民视新闻陈怡莹、邓山田、高雄市报道。好，带您看到这画面可不是拍。